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已经有9300万人确诊，超过200万人死亡。周边我们邻居的11个国家都宣布紧急状态。韩国已经在2个礼拜以前就宣布不准5个人以上的集会，而我们今天的集会远超过5个人。这是全体国人同胞一起努力所做出来的成绩。我们贷款，我们纾困，让12万家厂商免于倒闭，让120万从业人员免于失业，而且我们花的3倍券也达到99%。我们有2356万的国人，有2336万人领了3倍券，而3倍券。的效果让我们台湾从7月15号发行后，我们8月、9月、10月到11月，我们的国内内需市场大大扩展。我们无论是就消费券所出来的，我们做3倍券所出来的相关零售、百货等业者的成绩，都甚至于比过去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好。我们很谢谢金管会、各银行大家一起帮忙，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这么好。甚至于现在连我们3倍券已经期限结束，但接下来是3倍券回过来要到银行兑领，还要到3月，所以还要麻烦大家。很谢谢各家银行，大家都非常努力，也希望金管会、希望财政部对于公股行库的各方面也能多予注意、多予关心。我们要把防疫做好，这才不只是乱世中的福地，而是越来越有利、越来越美丽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特别奖励杰出者，肯定努力者。希望大家一起加油，让台湾更美丽。谢谢大家。